市长好，哦，也吓我一跳。我想说，哦，这有时候跳过也就可以了。访问我，问不出个所以然。而且今天哦，我的幕僚跟我说是要来三立电视台，结果我一进来，我看那么多议员，我以为要议会总质询，那吓我一跳。还好没有王世坚在现场，但是有好朋友庄瑞祥，我倒是晃了心。去哪里？来去哪里？来家？哦。 市面上很多假讯息啊，我为什么说要花300万最大假讯息就是吴宗宪。前几天还说一年之后他绝对不主持了，要说到做到。我现在就要看一看我2024选总统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在主持，如果没有就把他抓起来。大家真的要注意啊，高虹安啊。 我为什么跟柯P呢意见相左？因为现在如果民众党要把高